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离谱 5.0 纳塔原神开放100集，原神强度环境要变天了。 4.7 前瞻直播卡时爆料，原神 5.0 奈塔全面爆料，图示优化火神加小男孩双角色爆料，以及开放100等级。 4.7 前瞻直播时间确定，克洛琳德 V 四大削弱。原神 5.0 开放100级角色，克洛琳德西格文新增强力天赋，持平三体人的旺仆人。首先是 4.7v3 更新总结，西格文新增生日日期为12/5，5月12日，正好是护士节。克洛琳德技能调整，暗夜穿刺伤害由 46.2% 49.6% 十级，巡夜持续时间由9秒 7.5 秒。消息来源SEOLeak， 没想到这还能削弱持续时间的，一轮就比雷神多砍 0.5 秒是吧，让我为爱买单。难道策划觉得上版克洛强的不行了，必须得消消？更何况封单都是长轴跟自由轴的时代了，怎么还有短轴角色？缺失的输出时间谁来补啊？先不谈伤害，但就机制来说，我很难说美玉的机制比克勤强。不回调零加零仓管去吧，感觉 4.7 两个新角色都是强度感人的角色，就留个 XB 玩家抽了。大家比较关心的 4.7 卡池顺序也是再次实锤，上半克洛琳德加海森，下半西格文加水神，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下原石了。另外有内鬼 CWX 透露，虚迷角色皮肤制作中，结合尼禄会在 4.8 版本有剧情以及复刻，显然就是说尼禄了。并且内鬼还表示，尼禄的新皮肤会舍弃掉牛角替换成花环，相信会非常好看。不过对于尼禄而言，真的搞不懂 CS 咋想的，本来对单就一般，对群就被水龙抢尽了风头，现在这个童话深渊直接锁元素，只要哪期深渊水草有一个被锁，尼禄相当于直接被ban。看隔壁黄泉二命流水多好，当初尼禄就应该改成二命，以后可以让队内最多兼容一个非水草队友。另外 5.0 纳塔角色等级上限升级，角色上限100级，不过既然等级提到100级，那结晶反应没有不改的理由了吧。以草反应为例，激化的80级基础系数为 1077.04，而到90级这一系数直接增长到 1446.88， 等级系数间的差距接近 30%。 聚变反应和等级高度挂钩，在即便不明晰100级收益曲线增幅数值的前提下，正收益也是非常明显的。 4.7 卡池终于确定，水神终究无缘复刻。 4.8 第二期混池开启，叶兰入池。 4.7 卡池分别是克洛琳德、西格文、塞索斯、艾尔海森、莱欧斯利、水神弗宁娜则是无了，这波延期属实是没想到的。然后就是之前提到的混池第二期开放的时间了，目前看来 4.7 新增了第二深渊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，第二期混池的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 4.8 卡池开启。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、胡桃、公子、叶兰这几位，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单 4.7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舅舅们也放出了大量后续版本的相关消息。除去后续 4.8 卡池的调香师以及即将复刻的水神弗宁娜外，纳塔 5.0 相关的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0 纳塔版本将会迎来大变化。首先就是 5.0 版本优化画质的提升，对于角色的贴图估计很多小伙伴们看着也比较难受吧，而在 5.0 版本也会进行优化，是不是非常期待呢？当然了， 5.0 纳塔作为火之国，火神通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如图所示，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好看的，非常符合战争的元素。而在后续的 5.0 版本中，角色等级的上限据说也会得到调整，从原来的90级提升到了100级，如果消息准确的话，大概率是天赋可以再加2级。不过这么多角色从原来的90级拉到100级需要的材料也不是一星半点，会不会有新天赋啥的，目前并不确定。最后就是有关于火主的相关消息了，旅行者每到一个国家便会开放一个元素，到了纳塔开启的自然是火元素了，舅舅们也将火主命座图案给放了出来。废话不多说，
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是不是非常的帅呢？不过版本跨度大，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 4.7 卡池终于确定，水神终究无缘复刻。 4.8 第二期混池开启，叶兰入池。 4.7 卡池分别是克洛琳德、西格文、塞索斯、艾尔海森、莱欧斯利，水神弗宁娜则是无了。这波延期属实是没想到的，然后就是之前提到的混池第二期开放的时间了。目前看来 4.7 新增了第二深渊、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，第二期混池的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 4.8 卡池开启，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、胡桃、公子、叶兰这几位，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。近期有关 4.8 版本的信息多了起来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首先是卡池方面， 4.8 确定会有新五星角色入池，也就是之前就泄露过设计稿的调香师艾梅丽埃，是位忧郁紫色成女，看她的台词与别人评价，应该不是俏皮，而是低调的性格，模型大概就是丽莎换皮，参考丽莎改改帽子之类的。 4.8 活动她并不出场，传说任务已经确定要在 4.8 上线了，她的剧情瞄了一会儿，感觉还挺好玩的，会四处采各种花，字面意思。除此之外，要复刻的角色分别是娜美亚、妮露和闲云。因为 4.8 三款新皮肤是给到了妮露、娜美亚和启凉凉，剧情也会有这三位女角色。三款新皮肤为童话风格， 4.8 会让大家提前了解下有关内塔地图。内塔有些地方不适合老老实实踩着地走，甚至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就会被高热量而烫掉生命值，用闲云或者伞兵会相对方便很多，所以闲云的复刻也是为了配合纳塔地图来卖一部角色。 4.8 活动剧透，玩家在剧情中可以骑内塔龙 NPC， 但是不确定以后会不会有骑龙的玩法。伞兵获得伙伴杜林，杜林可以变成小宠物附身，如果有伞兵的邀请，别的角色也可以骑成杜林，比如纳西达和玩家。魔女会成员能力，预知未来、改变未来、观察轮回。有玩家调侃说骑龙还不够，得加变身张翅膀，然后随身跟随宠物才能吸引玩家。 4.8 会开第二期混池，西海已经买榜失败，等下下一个混池吧。公子不在里约混池，申鹤暂时不在双卡池，也不在混池。萧宝作为每次海灯节才会复刻的角色，对策划来说意义重大，所以也不在其中。据说七七、克勤、甘雨、胡桃这四位是稳了，剩下两位可能是钟离、叶兰。为了也是照顾即将入坑内塔版本的萌新玩家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